これが自然体。这是自然物。一つ前に行って、这是自然物。に自然体。いいな。はい、今日の足は、和气道的脚步上。裏三角形。是一个内三角形。裏で直角をつけます。いいですか？表で直角をつけると、これ、三角形転びますから。後ろで90度。で、ここが姿勢ですので、15度から30度曲げます。この角で見てください。畳の角でやってもらってますから。畳の角でや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。このコーナーを使ってやってください。后面的脚是伸直的一个状态，就是稍微慢一点哦。但是没有说整个是很僵硬的。我可以说我把腹部拉一点，我胳膊下来。你的肚脐是要向着正前方，不是向着旁边斜向的。我这可以吗？嗯啊。这个是右半身，然后这个是左半身。この前にならないように自分が大感覚を悪いですよ。そしてこれに構えをつけると、然后这个構え就是那个摆出这个動作。ここは左に構え、はい、右に構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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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こうなるんですよ。これは剣ですよ。どこに握剣の動作剣を開いて構えて構えて。さあ、これは上段。前三段。中段。下段。攻撃。中段。下段の攻撃。下段の攻撃。そしたら、前の目立ちになって。それも只有上面这一只手。下面の手は只有。下の手は、まだね。下面の手は。山に名前でしたらね。剣も。この下の手がない。握剣的时候下面这只手才能够动。当然ないですよ。ちょっとごめんね。これは人という人ですね。これは人です。こうですよ。前の足、接下来比如说前面的脚，人的上行或下行。这个足啊，この背中と、これが皆さんは、こういう、こう、大家站起来一下。こうなん、こうなん、どうしよう、こうなってる時に、この背中が曲がってる時に。握剑的时候要像那个像人正的样子，是稍微有点往前。什么剑啊？我那个不能。哦，没有，不卖的。这是剑字就是大概。剑吧，这个是在这啊，是吧？这个速度的，或者它打那个啥，不能进来的，不能再进来。因为你是握剑，所以你的手不可以向上的关系就会拖到你，所以你是握的时候向上的出去。这个状态，那不要往下。我要往上走的，不，不能走的，不不，哎，不能往上，是，我，你这个时间在用的是什么？这个，不。那也是生命啊！
那么他妈只有咱四个人呗？我们是总是只是放任，完全当做没有他的东西，总是还是要买他的资料来嘛。哎，你看他，他就走这个了。哎，我嘞，你是不是想为这个用嘛？我觉得，这看起来都会往后倒。我弄，我是今晚去做，我们先走，我们工作到再忙些，不是。那后面设备是怎么写？对，在上面写上去。我们没有啊，马上来嘛。经理啊，我们今天干啥子嘛？他说我们今天不行，做什么的？做什么？我们的分件啊，他其实是有些幅度的，所以我们的东西是要像那刀一样，是有些幅度，是完全的。那嘛，我的经理嘛，在哪里？一个人自然一个东西。马斯克呢？我怎么马斯克？大家要记得认识哦。那么进了啊，再进一个店子吧。连黑油的电话嘛，都是用。我说，那是你的。对，我们下面这个是另一件的。那刚刚啊，马上又被这些人买了。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下单是有货的。上面那一只手其实是慢慢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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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注意手的话，他把你的不小心忘记了。对，我没有忘记。他那有点耐。哦，是的。脚是要有点放松的，不要这样子。那么真的这个了，就是你吧？就是那什么嘛，就是说。因为他现在上半身，他是整个是保持跟地面垂直，所以他后面的脚也会反而变成有一点微微弯曲，这样就很容易被弄伤。我那就多了，后头没有，我就没有坏的，现在就对，就是不远，我也不是。像老师上次，因为他是像俄罗斯战俘战俘，所以他像是前面那脚这边是整个是边是有点就比较不会被战俘夹伤。有点就有嘛。我刚刚那个才去上嘛，不过就是什么呀？不过我们是不是嘛？哎呀，是啊，我前面的脚稍微往外出去，差不多30米。我知道那个怎么回事啊，我们是有点紧的这种。然后看后面的脚是什么？我们是有点出去的，哎，哪里的事啊？哪里的事？哎，你看，我们大家就是工作的人，叫自然的，我觉得很好。これ気にすることが簡単なのかな。那如果你又太注意后背的话，有可能你的手这边就全部都露出来，那就没有没有了。我们身上所穿的这种鞋，我有啊，嗯，这个今天我们穿的后面就是这个。那这样子还也可以考虑一下做工。后面做工的嘛，都是这些的状态，我们穿。これは、もう固まってる。それは、太難しい。いつでも受けるように。要随時、維持好像可以做正面感受。そう。この部分、こうまで反対になってるでしょ。はい。よって、こう。でも、彼は俺じゃないでしょ。さっきも使うと。たとえ、彼がこうやってくれるから、私は大事に使ってるだけで。何も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あ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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